我跟你讲，方便已经露营存证。等一下如果没有去买的，好，你会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。我也不能讲什么嘛，对。好了，好听的歌曲真的是值得大家回去收藏，而且更何况是我们培安大哥，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筹备，他自己第一次哦处女秀担任制作人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，你说好不好？谢谢，也非常感谢今天非常辛苦的我们的主持人甄莹，不要掌声鼓励。然后感谢好事联播网。对，没错，培安大哥也是我们的好同事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一下。所以紧接着我们的安口曲要请杨培安大哥为大家带来的是，既然安口就一定要唱适合安口的歌，是。然后刚好这张专辑里面很幸运的版权没有问题，收到这首歌，我们就来唱欧洲合唱团的 The Final Countdown。所以你也会唱，听过的举手，这首歌请放下，会唱的举手。所以听过跟会唱还是有落差，刚刚到现在这首歌不算，已经唱了四首歌，听完真的会买 CD 的举手，良心哦，良心哦，不强迫，但是希望如果真的打动你的心，请用实际的行动支持认真做的音乐。这是一首澎湃的歌，所以如果等一下你们手上有空的话就嗨起来，好吧。
好，谢谢杨培安大哥，那先请等一下。